感觉内面举办就业博览会真正是一项创举。婚姻电视感觉为着要帮助受访人出国了后会当马上融入社会，特别邀请香香到感觉内面拜谢单位，提供受访人询问工作机会。19家厂商，总共有18个摊位，那提供了139个的就业机会。另外，我们参加就业媒合的同学，在3个月里面要出去的，总共有300个，都非常有意愿。那今天提供厂商提供的就业机会的类型内容非常的多。有不少经新人踏出工厂了后，因为找无工作，到了最后又过等下加入，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婚姻第二感觉这样创举，连价值观也相当有乐。我们这些厂商愿意接受更生人，然后愿意敞开他们的心胸，给我们这些同学一个机会，协助大家重新在社会上站起来。那这个将来对于这个社会的稳定会有非常大的贡献。这场就业博览会吸引了真侪单位的关心，包括嘉联友善电视公司董事长柯英珠也来到现场参与这场有意义的代志。协办这场活动经新人保护协会也特别感谢枪乡管理做功德，协助经新人中心大事协会。所以在这边呢、我要特别感谢所有厂商提供就业的机会给我们这些更生人。我想各位是在积功德，尤其你们对更生人没有排斥啊，我在这边要特别特别的感谢。这场有100外面的就业博览会，各方已经替受访人做过工作技能调查，受访人也清清楚楚了解，予因期末了后要做什么款的工作。另外，同时一挂社会公益团体也来到现场提供咨询服务，希望受访人出国了后，若拄到问题，赶紧来找这单位协助，唔通搁再误入歧途。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